玩具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罗伯奥特曼来超市买零食和玩具了。他还拿了一个篮子。哦，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哇哦，快看，是一枚萝卜水晶。这是哪位奥特曼，你们知道吗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得赶紧买玩具才行。哇哦，这一次有好多全新的玩具呀。萝卜奥特曼选择了两包水晶战神陀螺的卡片，他还选择了这个奥特曼的盒玩，上面有杰德、迪迦、布鲁、金古桥等等等等。哇，那里面会是什么呢？还有这个一辆带着奥特曼图案的战车，那这是哪个奥特曼的战车呢？带回去看一看。萝卜奥特曼买了好多的玩具啊，赶紧回家拆玩具去喽。贝利亚也来超市买玩具了，他也拿了一个篮子，里面是一枚怪兽水晶。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怪兽吗？不行，得赶紧去超市才行。贝利亚也选择了一个奥特曼惊喜盒玩，还有一本赛文奥特曼的漫画书。呀吼，里面会有什么惊喜故事呢？嘿，这边还有怪兽战车，买回去看看。萝卜奥特曼邀请了泰迦和赛罗一起拆玩具。呀呼，泰迦奥特曼表示想要看看全新的 3D 拼装陀螺，这是他自己的图案呢。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哇哦，是卡欧斯奥特曼的立体陀螺拼装，一起拼装试试看。哇哦，好酷啊！那我们还剩下一包，这一包就送给评论点赞最多的小朋友，记得关注我们哟。接下来拆这个奥特曼的盲盒，有这么多的种类，我们会得到哪一款呢？一枚加 Q 的奥特币，一张奥特曼对阵怪兽的卡片。哇，这是英文字母 B， 据说它还可以变形呢，会变成什么呢？刚刚出现了，是布鲁奥特曼，好有趣呀。最后我们来看看这辆已经变形的变形车，里面会是哪位奥特曼呢？车身是蓝色的，你们能猜到这是哪位奥特曼吗？哇哦，出现了，是赛罗奥特曼。贝利亚邀请的托雷吉亚和他一起拆玩具。托雷吉亚想要知道这个盲盒里面是什么惊喜玩具，我们一起来打开看一看。一个胜利飞燕一号的奥特币，宇宙英雄奥特曼的积分卡片，还有一张全系列的拼装说明书。这是英文字母 P， 它也能变形。哦，会变形成什么呢？哈哈，出现了，是佩丹尼姆杰顿。嘟嘟嘟，接下来来看这本奥特曼的漫画书。赛文奥特曼来自 M78 星云，变身器超人眼镜，
擅长技能艾美利姆光线，宇宙虾人比拉星人对阵赛文奥特曼。赛文被假冒的博士困在了牢里面，向比拉星人的宇宙飞船飞去。艾美利姆光线，哇哦，飞船被击落爆炸了。非常恐怖的比拉星人终于现身，一场大战马上开始喽！比拉星人忽然喷出毒烟，赛文无法接近。比拉星人的毒气不够了，赛文趁此机会冲了过去。哇哦，好厉害的赛文奥特曼呀！比拉星人被蹬出数十米远。他再次冲过来准备攻击赛文，赛文使出屏障抵挡攻击，怪兽想要逃跑，赛文马上掷出冰斧，比拉星人被切成两段倒在地上，哈哈，最后烧成了灰烬。果然我们的赛文奥特曼是最厉害的，耶！最后来看这辆怪兽变形车，会是什么怪兽呢？有两只大钳子，这是巴尔坦星人。那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，喜欢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